花开花落，一条坎坷的人生路，我们曾相伴走过，基督的恩恩爱爱，基督的悲欢离合，虽然命运变幻莫测，我们仍对那真情执着。啊，千丝万缕的思念，无穷无尽的爱恋，化作那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啊，千无尽的爱恋，化作那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坎坷的人生路，我们曾相伴走过，基督的恩恩爱爱，基督的悲欢离合，虽然命运变幻莫测，我们仍对那真情执着。啊，亲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啊，千丝万缕的思念，无穷无尽的爱恋，化作那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长得丑，是需要点勇气的。爸爸，你丑的不算厉害。对，丑的不厉害，不就是眼小点嘴大点吗？啊，就人的心理来说啊，每颗心从嫩的滴水到老的发皱，都向往受到称赞。然而三天两没给咱个俊模样，苍天却给咱个俊媳妇儿。哎，你看你，所以啊，儿子没有继承妻父之丑啊。林专员，我同意你的观点呢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难得苏叔叔跟我们一块儿过年，来，苏叔叔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祝您和苏姐姐早日团聚，祝你们全家幸福愉快。你跟文锦啊，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。是吗？你叫啊？我他叫吴晓光，是我儿媳妇儿。吴晓光。嗯，那你爸爸是？我爸是武延来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叫董娜玲。啊，苏叔叔，你认识我的父母？啊，认识。啊，不认识。啊，来，我借主人的酒，
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。来，谢谢。苏叔叔，快坐吧，快坐下，吃菜。好，吃菜，来。苏叔叔，吃菜啊，吃点青椒，你多吃点，别客气啊。还有青菜，吃点饺子吧，饺子都凉了，快，快点吃吧。苏叔叔，吃。一波，真能吃。妈，真吃你。一波，吃点鱼。鱼最好了，多吃点。哎呀，饺子都凉了，快吃吧。宋叔叔，吃啊，快吃。再给你接裤腿啊。妈妈，昨天在姥姥家有个奶奶问我，你娘是谁，我说我没有娘。她说娘就是母亲，我说我也没有母亲。那个奶奶怎么说呀？她说没有母亲你是从哪儿来的哟。那小文是怎么回答奶奶的？我说我妈妈从颐和边把我捡来的。小文啊，小文啊，爸爸跟你说啊，母亲和娘妈妈是一个意思。哎，就好比你妈妈，她既是你娘又是你母亲也是你妈妈，知道吗？这是为什么？妈妈就是妈妈。这哎呀，菜糊了。小妹，还是让哥哥告诉你吧。这妈妈呢，她是外来语。什么是外来语？外来语嘛，就是从国外流传到中国来的。娘呢，只是咱山东话的口语。母亲呢，是书面语言。瑞东啊，赶快写作业。写完作业吃饭，完了去公园啊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坐好啊。小文啊，爸爸跟你说。吃完了饭咱们去姥姥家。这瑞东啊，刚上初一，功课就这么深了。 X 减 Y 乘方， X 加 Y 乘方。我可真是望洋兴叹啊。回头啊，瑞东，你得给我当数学老师了啊。妈妈，你的数学虽然差，但是我看语文基础好，完全可以扬长避短，在文学方面加以深造嘛。文科呀，你妈妈倒是很喜欢，只是基础太差，妈只念到小学毕业呀。妈，我看你一点都不差。文姐，菜都凉了，哎，咱们边吃边说。是啊。你妈老说的小学毕业，其实我的大学毕业生还比不上你妈呢。你又给我戴高帽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人的知识啊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书本知识，一部分是实践知识。知识要想转化为智能，离不开社会实践。文姐，你听我的话，你是一个智能很高的女人，比如绘画、管理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车间主任当得如何，可从操持家务上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很有管理才能和组织才能的女人。是吗？那你举个例子。在家里你威信最高，凝聚力最强，我和孩子都甘心听你指挥。对家里的财政你精打细算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我们虽然工资少人口多，可由于你理财有方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月的工资接不到下个月的时候，而且还有剩余。哎，存款不管多少，银行里有咱徐全的账号。我觉着妈妈可以当作家。妈的形象思维能力特别强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是从妈妈给小梅讲故事里发现的。
妈妈给小妹讲故事，想象力、渲染力，容易使小妹把它当成真事儿。她给小妹讲小羊，小妹就觉得自己是小羊；给她讲小白兔呢，她就变成了小白兔了。文文，是吗？妈妈，真的，我不愿意做大灰狼和老狐狸。小文啊，上公园高兴吗？高兴。好。哎，瑞东，我慢点啊。哎，瑞东啊，可真懂事儿。树叶太黄了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能走一走吗？咱们两个呀，从来也没一块儿出来逛过街，每天啊，你忙我也忙，你也不关心我。孩子。哎，我们坐这儿。哎，行。哎，瑞东啊，哎，别乱跑啊！哎，快等等我，快等等我，找找。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迎争暖树，谁家新燕捉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这是谁的诗啊？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啊。哦，这诗可真美啊。我有一位才女的妻子，真是不亦乐乎啊。别瞎吹呼了啊，我算什么才女啊？文姐，你对你自己啊都不如我了解的透彻。哎，一泉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，我想去上电大文科。什么？上电大？嗯。唉，我从小啊就想上大学，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上。现在条件好了，我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。现在有什么条件？文姐，别忘了，你32岁了，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上好班，管好家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一泉，这些事儿我都想过。瑞东已经上初中了，自理能力也很强。一泉，瑞东啊，他要是知道我要上大学，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。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，爸妈也能帮忙啊。再说小文也3岁了，送到长期托儿所去，无非是多交点入托费嘛。无非是文锦呐，现在的日子多亏了你精打细算。你想过没有，你以工人身份上大学，学费厂里能报销吗？如果脱产学，厂里能同意吗？哎，不脱产，你又要工作，又要管家，又要学习，你的身体这能吃得消吗？啊，即便是家务我全包了，我的工作你也知道，常常是不能按着钟点下班。瑞东吃饭怎么办？文姐，你去学习我不反对，可我们总得现实一点啊。瑞东和小文的事儿
我想回去和我妈妈再商量一下，必要的时候让妈妈再帮两年忙嘛。还让妈妈帮忙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个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去和妈妈商量。走，小文，瑞东，哎，回家了。哎，回家喽，回家喽。走走走，回家了。走吧。你看，闻闻这馅儿，正合适。来，爸爸，这儿，点三，那，这儿，这。文锦呐，上电大的事儿啊，就别再犹豫了，去上吧啊！让小文送全托，从小培养一下自立能力，不是坏事儿。不要舍不得。瑞东呢也这么大了，又听话，就让他吃住在家里。嘿，老头子，现在还真离不开他呢。瑞东的学习啊，有你爸在旁边督促着。以前呢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妈，我不是不放心，我只是我。嗨，只是什么？我愿意。世界上啊，没有比文锦上大学的事儿啊，让我高兴了。从文锦一生下来呀，我就盼呐，盼了30多年了。今天呢，只要有这个可能，就一定要去上啊。对，嗯，文锦呐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去上吧，啊。假如你从初中一年学起啊，到42岁，你还能弄一个大学毕业呢。假如你不去上呢，到60岁呀。你还是小学毕业生啊，哈！一泉，你还有意见吗？哼，有爸妈坐后台啊，有意见也得保留啊，少数服从多数嘛。一泉分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尽量争取脱产学习吧。3年电大期间，除了学习必修课程以外，尽量展开阅读能力。多读一些中外名著，对你将来绘画和写作都有好处啊。哎，给厂里写一份申请吧，电大期间的学费能出呢厂里出，不能出呢咱们自己出了啊。工资呢厂里给呢咱就要，不给呢也就算了，这是最重要的智力投资啊。这个钱呢爸爸一定要给你花呀。你爸这次啊出了一套北平广记，挣了3000多块钱的稿费。他早就说要给你买书，这会儿啊拿出来给你上大学吧。爸爸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接受啊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，那些年咱们在孟良崮还不是多亏了你呀、啊。你画画挣的那几个钱全都贴补了家里，要不是你呀、啊、咱们家连张桌子都买不起呀、啊、更别说写字台了。我记得你领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给家里的炕上买了2张苇席，还有4个小板凳。你爸爸常说咱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啊多亏了你呀、啊，说什么国难出忠臣，家贫出孝子，没有你呀、啊、没白天没黑夜的画画，咱们哪会有今天呢，哪有这2间房子。为了这个家你什么罪没受过？这都是应该的，谁让我是长女呢。我们今天帮你呀、啊、那更是应该的，谁让我们是你的父母呢。你不愿意欠父母的，我们也不愿意欠儿女的，就这么定了，这回啊我说了算啊。妈，你真好。得了，你也甭奉承我了。拿个好成绩回来就行了，你和瑞东比赛看你们俩谁学得好。哎，一泉呐，啊，
你可不能有大男子主义啊。文锦学习是个好事啊，学习期间有什么怠慢的话，你可要宽宏大量啊。爸，您就放心吧。其实文锦这一上学啊，最占便宜的还是我，您说呢？感谢二老为我养了这么个好妻子，如果文锦天天埋在家务活里，就一定会变得庸俗狭隘无聊。文锦这一上大学呀，作为妻子的素质上就会再来一次飞跃，他在事业上就能更理解我支持我。您说最占便宜的不是我是谁呀？啊，看着你怪老实的啊，一肚子道道呢。妈，你可别小看他，他的智商啊可高了。哎，我的智商再高也比不上你的智商高啊。无论什么事儿，早晚还不得按你的既定方针办。这就叫孙悟空再能也蹦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。这孩子。哎，我这一片什么时候让你给吃了啊？文锦，我们从小就是同班同学，没想到上电大又成了同班同学。从1960年离开课堂到今天啊，我已经是22年没进教室了。当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作文题目重返课堂的时候，我就格外的高兴，格外的激动。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又当大学生。我66年高中毕业，因文革68年才正式离开学校，到现在算起来也有14年了吧。这次重返课堂还得感激吴晓光呢，他一听说我在部队进修的那一段不算学历，他就急了。没想到咱们上电大又成了同班同学，真是有意思，咱们的还是有缘分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吴晓光也是为了你好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马上就写完了，你先睡吧啊。你不睡我睡不着。哎呀，马上就完，马上就完了。这次古代文学考试打了多少分？96分。哦，这恐怕是全班最高分吧。我才得了78分。古代文学我基础好，从小啊我爸爸经常给我讲诗说史的，有一点基础，可是要考外国文学或者是当代文学我就不行了。在农村这么多年，进城呢不久又忙着结婚生孩子，我想趁这次学习多学点中外名著。文锦，我真佩服你的学习精神。你的基础好，以后啊要多帮助我，都是大学生了，我还经常写错别字呢。其实啊，当作家也不一定不写错别字，关键在于构思、立意、形象和情节。怎么，我还能当作家？哎，你不想当作家为什么要学文科？学文科一是我喜欢，二是我同意文秀关于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，我想深入研究做人的学问，更好地把握人生。真没想到
你的学习目的这么明确，我就不相信。我的学习完全取决于吴晓光的压力。这是怎么了，二位？哼，又在说我的坏话。小光，我们刚才可没说你的坏话啊。我都听见了还不承认。小光，余波哪能说你的坏话呢？刚才呀，他还说这次电塔学习多亏了你给他报名呢。我是开玩笑。下课了还不回家，忙着在大街上砍人生。哼，都几点了？哟，这么晚了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啊。哎。哼，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什么意思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好心待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什么叫恩将仇报？我已经观察你们好几个晚上了，你们天天下课一块走。一块走怎么了？你呀，那个心眼比针鼻还小。我是怕你们旧情复发。就是我有那份心，人家苏文锦也不是那种人呢。我也是像文锦说的那样，福深人福深越倒福，情重人情重越重情，是吧？以后啊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哼，我倒没什么。你要是得罪了苏文锦，你会威信扫地的。再说，许义全为了文锦，可什么都能豁得出来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不多心了。我相信你们还不行吗？快点回家吧，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。哎，什么好消息？哎呀，快走吧，回家再说。文锦，久等你不归，饭菜在锅里。我今天上夜班，我很孤独。义全，走不回头，一步一步血汗流，累了你就歇歇脚，能走你就快点走啊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不回头，一步一步血汗流，累了你就歇歇脚，能走你就快点走啊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走啊走
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笑逐过河不回首，不回头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不回头，不回头，一步一步血汗流，血汗流，累了你就歇歇脚，歇歇脚，等走你就快点走，啊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，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，往前走，小组过后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，往前走，小祖国何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，往前走，小祖国何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不说我可要睡觉了啊。哎，先别睡，我今天上医院检查了。医院怎么说的？医生说我有了。有了？有了什么？我们的儿子小林一波呀。真的？嗯。哎，真是儿子？我现在根本不敢想是儿子是女儿，只要不是三头六臂的怪胎就行了。你就能胡思乱想。哎，你想儿子肯定是儿子。哎，明天我去买一张小男孩的年画挂在墙上，你天天看，准能生儿子。一波，咱们都有儿子了，以后你和苏文锦要保持一定距离，免得我心情不好。你又瞎想。好，睡觉吧。明天我去给你买点好吃的，多吃鱼，小孩将来会聪明；多吃水果，小孩的皮肤会好。哎，那我妈怀我的时候也没吃什么好东西，我不照样聪明，皮肤也好？哼，那时候条件不好，现在条件好了，我们可不能难为我们的小宝宝。哎，有条件呢，我们也要保持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，艰苦奋斗。你看，又来了。小郭，这些政治高调，十年文革我已经听够了，听腻了。小郭，我们这是在家里，我不要政治说教，行吗？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不会，谁会啊？你去找谁去。哼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不可救药，和你在一起真累。和苏文锦在一起你就不累是吗？和他在一起你就轻松和谐是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人家苏文锦从来不像你这样装腔作势。你这个人呢，我看你思维方式有点问题，满脑子八股文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我哪点说错了？你把爸爸妈妈叫起来，让他们给咱评评理，说我思维方式有问题。照你这么说，多看一些小说就没问题了。我有时间吗？我一天到晚除了开会工作，再就写公文材料，光红头文件我都看不完，我哪有那闲情啊。哼，好好好，我不跟你吵了啊，为了咱们的儿子快睡觉吧。你不跟我吵我还没完呢，明天我就找苏文锦彻底摊牌。哎，你不要干扰人家的生活好不好？是我干扰他还是他干扰我？我对苏文锦够仁至义尽的了，他要不自觉我绝不客气了。哼，别忘了，我吴晓光不是省油的灯。你
从来好事多磨难，自古瓜儿苦后甜。莫怨你妻心肠狠，苦难言。求学分别情欠，情扯干裂肠断，默默无尽言。盼盼日后更盼天。唉，文锦没生我的气，谢天谢地。人生最苦是离别，世上几多不了情，爱也分明，恨也分明，茫茫人海恩怨难平。人生无奈，爱是离别，世上几多伤心人，爱能消失，恨能消失，心中难忘唯有真情，唯有真情。啊，年年岁岁，哎，梦断几回，啊，书在春恨已过去，真情